啊，早上刚起来，神采奕奕啊，阳光明媚，感觉太舒服了。这个就是滇池边啊，我去年四月底来过这里。说实话，这里气候确实比较暖和，相比我们上海呀、浙江呀一带啊，暖和多了。感觉特别舒服啊，空气也好。这是我们昨天围的一个三辆车嘛，玩了一个三合院。他们还在老顾起来了，月龙还在睡觉，我们都起来了，给两个小家伙烧点早饭。那边还有两辆房车，那还有辆房车，小家伙起来就在给那个鸽子喂食了，看一下。李嘉诚，嗨 ，Hello， 我们在喂鸽子。啊，喂鸽子是吧？好嘞。老顾大哥，吃早饭了没有？吃好了，吃好了，两个鸡蛋，两个包子，刚刚吃好。这个小蒸锅好用吧？挺好用的，又可以蒸蛋，又可以蒸包子，真不错，还可以啊，真实用。小蒸锅还是可以的。我们看看老顾大哥的老顾的房车，哎呀，上下铺。好了，我们中午出发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给小家伙煮了饺子。宝贝的一个房车里的小姑娘，来打个招呼嘛，来小妹妹，对，来。你说她小姐姐，她是我们其中最高的。但是还是你大呀。可是我是五月十一呀。我是五月十一号生的。什么？但是你要多吃一点，你个子都不咋高，都快被妹妹追上了。你像个矮冬瓜哥。不能说这么说哥哥的啊。我也长得不像小矮人啊，你才是呢。左邻右舍的感觉啊，来看一下。耶。好了，我们月龙也起来了啊、月龙也起来了。还没收拾呢。还没收拾啊？没事。把这个昨天买的好多。还有巧克力味。巧克力味。爸爸。啊。果酱带来了。果酱？什么果酱？草莓味果酱。草莓味果酱有吗？我们买了吗？买了，买了就带了，肯定带了。别打我屁股。月龙买了小灯笼啊，我昨天买了一个。对，准备挂在对联，对，有点过年的气氛，对吧？就那么个意思吧。昨天有点，有点什么东西。他买了吹皮刀，这个、小皮刀走的时候忘带了。来，这个要刀一个地方，把那个割掉吗？对对对。我给你弄。一个是拆那个的，这个是拆这个用起来方便，拆快递的，一拉就行了。对对对，这个是快递，随身携带，我这个是随身，快递太多了，这个很好。对，这样好了，我们去带大家去看看，哇，好多在这里拍照留念滇池。哎呀，我们这帮水仙花马上要开了，我们让它外面晒晒太阳。我带了一盆水仙花，哪个地方可以让它晒晒太阳？这里，这里有太阳。最后 ，OK。月龙啊，你这个吸尘器，看着好像多少价格嘛？这个吸尘多少价格？我不知道呀，这个吸尘器我早是我朋友送给我的。送给你的是吧？这个吸尘器也挺贵啊。你这个是地毯定做的吗？我定做的，按照你的尺寸定做的。对对对。这个贵了。可以看你们什么时候准备好咱们。几点开始出发？我就是看你们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咱们就出发。是啊，中饭还是怎么样？这里现在人多了，我觉得有点吵。是吧？那咱们就早点出去。早点出去，然后找个安静的地方。对对对。我找个安静的地方吃饭呗。找个安静的地方，就让咱们路上看。路上再看。对呀、我看一下这样怎么路线是。我们早点出去，这里人太多了。这里人一点不，你规划一下，我们往哪边走？往南方走呗。往南边走就是往玉溪走了。玉溪、普洱，
对吧？都可以。玉溪石屏，啊，还有那个看油菜花的那个叫什么？啊，那个在东边呢。哦，另外一个地方了。罗平吧，罗平。哦，对对，罗平。哎呀，怎么了，妹妹不开心了？啊，不开心了？你家小妹妹走了是吧？玩的人没有了是吧？哎呀。